今仔日是龙年开工上班的第一天，因为连续九天的农历春节假期，有人第一天上班拢会懒懒神神。不过，未料乡公所员工上班气氛充满欢乐。乡长林尚礼为了要恭祝大家新年有新的开始，每一位员工拢收到一份乐透的福袋。这个开工啦吼，在咱民俗的这种个风俗吼，是拢计摕开工红包啦吼。那么咱因为公家机关吼。啊，公所并无迄医生，啊，那么，我就是想着讲，迄个猪头要包迄个托猪会哦，啊，无是彩券哦，互因新人新希望。乡长林尚礼伫主委林天祥、秘书林宏军的陪同下，前往公所的每一口舌，将乡镇新官发财福袋一一来分送予大家。连托里所厨房摒扫的工友以及车工的民众也有份。来，恭喜发财啦！恭喜辛苦啦，嘿啦！谢谢希望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生意兴隆，小朋友越造越多。希望今年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。希望大家新的一年都有新的希望，新的迹象。就是收到红包很快乐了。未料乡公所的员工真幸福，开工的第一天就收到乐透红包福袋，除了满满的祝福，也有机会中大奖，变好业人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